老婆，给个八爪鱼。哇，又做我爱吃的八爪鱼了。只要你喜欢吃。哦，烫死我了。我天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哇，小两口这么豪横，天天吃这么一锅，这一锅得老贵了吧？大哥，咱家有船，一包海鲜几块钱。真的假的？那你给我来100块钱呢。100块钱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100块钱还能有多少呀？春晚来给你介绍介绍啊，太香了！快，老公先别吃了，快给大哥介绍介绍，来上菜一。好吃。大哥，这个是咱家扇贝肉，三包大个带毛扇贝肉，三包鱿鱼脖，五包400克，两包深海章鱼须，两包花甲肉，再来上两袋春王肉。今天啊，你给小妹点个小红心，小妹送你2只黄金大澳鲍，满满一大箱子，一共14包，只需要2.9，还包邮呢。我去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